参加这个邀请赛。我们金州政府常常强调，不管做什么，在任何时间上尽量推行透明化、公平化。这个在50方面，我相信我们已经初步地做到。我们在开始举办的时候，常常受到一些队伍的质疑，你们的裁判团是什么人，你们的裁判师傅是谁。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裁判都是用来自滨州政府所委任的裁判，当然他们也是在11届了解知道，也有考过试的裁判。所以相信我们，就算我们的裁判在今天或者是我们主办当地有任何过失，还是一些做得不够完满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帮忙，我们肯定会逐步的改正以及提高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是有错误的话，也只是在经验上的辅助，绝对不会是刻意或者是特意安排这个错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了。那么希望在这几天里来到槟城来到我们维省在阿罗曼好在我的家乌拉巴德文以及在这个布莱梅拉莫，希望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很如意。那么会觉得想到来马来西亚第一个想到的是槟城，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委方面在借贷在任何安排工作方面，包括交通或者场地或者在仪式这方面有任何还不够完满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再次的谢谢大家的到来那么我们也不再浪费时间，我们就进入这个颁奖仪式，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工委会主席赖国宇，滨州首长特别协调官。